金楼店的老板，施老板，这梅兰伯啊，那个咱淑芬店长，跟咱邱奇俊呢，理事长，这四位是今天我们这个主要的导览路线的这个灵魂人物哈。那当然，导览人物之外的店家还有很多。那我先跟各位媒体，大家晚安。晚安。今天的记者会是，我们知道5月20号又到了，去年我们推个520哈。那今年总是要在520之前要有一个最佳良缘的这个促成，所以我们今天有梅兰伯啊，我们今天有新人，待会我们新人会透过市长还有各位议座还有各位贵宾的祝福，让他们在今年的这个结婚能够婚姻顺遂，然后这个圆圆满满。那今天会推这个最佳的这个嫁娶服务哈，就是要你一次购足了，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哈，这个1.2公里，那我们就会从这个夫妻这个许诺哈，人家重庆市，今天当地的重庆市的理事长没有来哈，这骨节错感啊，左三圈右三圈，不管你是左三圈右三圈哈，就是幸福美满美满幸福了哈。那在这个重庆市这个错感啊怕垮了，双方这个新人就互许终身嘛哈，那总是互许终身的人生大事决定之后，可爱开始拍婚纱。好，那我们商请我们邱奇俊的这个婚纱店哦，免费做导览30分钟，告诉大家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婚纱流行的样子，那目前的这个流行的这个款式是什么，然后免费拍一组这个纪念婚纱照哈，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婚前的这个祝福。那哎，对啊，这个婚纱店里面民生路大家都很清楚，650公尺就有10家，那当然不只是邱老板这一家哈。那每一家都可以去里面去购足你想要的这个婚纱摄影哈。那接着我们就往西门路走，西门路有一个礼品一条街哈，这个金氏银楼就有350公尺就有50家。今天让当时店嘛，因为银楼董事长我们侯老板哎，那个施老板又来。那施老板刚刚有提说，那个婚姻戒指不是戴上去就好，他每一个戒指都有他的严格跟款式的这个整个这个来龙去脉。那透过这30分钟跟这个施老板的这个互动，可以让你们的这个婚纱戒在戴的时候更这个倍感这个幸福跟美满哈。那礼品店也是，我们这个淑芬店长也来哈，这个是300公尺就有4家，这十二类是伊今仔款来哈，伊讲这个类哈，类数唔在唔定爱搞，佮爱佮用不透诶，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本土可以拿得到的这个12礼哈。那包括这2罐巨额省，价值是8000几块。啊，这两罐就加了要14000几块，用啊大概一生一世了哈。所以这个如果要加酒的，就配这个2个酒；没有加酒，就是这些礼盒。那就是这个礼品店在短短的300公尺也有4家，一次购足哈，就这个导览路线最大的这个想法跟推动的目标哈。那这个刚有大概介绍过，我们从重庆市拜月老求姻缘开始。把小三打走哈，弄破臭干那开心。来到莎士比亚这个婚纱流行款式的解说，来到传统礼俗的老板娘我最行，她就会解释这个大礼婚礼这个礼品的这个由来，跟怎么会有这样12礼的这个由来是怎么来哈。然后就到我们长记这个银楼，然后接着我们市政府再会诊出来，你们都已经谈好了，还有一个这个婚宴会馆的推荐，然后给这个宴客分享。你们结婚的喜悦。那这个新人结婚了，那总是要宴客。那我们会诊出来有4大主题，横跨台南有14个区。不动，能不能帮我上一页？横跨台南有14个行政区，包含有21处的婚宴场地哈。那我们4大主题有分别有这个草地婚礼。有高达这个11处哈，然后我们这个水景婚礼有5处，然后各处的这个人员哈，这个可以宴客的人员这个人数，请大家参阅哈。然后还有我们广场婚礼有4处，还有1处的这个雅舍婚礼哈。那这个也一并给新人送给新人，然后能够这个来这边办喜宴，然后长长久久，能够不用再为了挑这个婚宴场地来烦恼哈。那这个短短120分钟，1.2公里的这个。嫁娶服务的这个散步路线，我们除了这个能够听这个老板娘老板的这个礼品的来源，
还有这个戒指的故事，还有这个拍摄婚纱的这些这个技巧巧妙之处等等之外，那记得要来之前也可以先到周边的美食，这边是最多的美食还有最多的景点，然后先来一个浪漫之旅，然后这个任君挑选的美食之后，然后再来参加我们导览路线。那我们报名参加礼，我们加码送哈，这是邱理事长加码送的一个镀金的这个结婚证书，还有这个把水某嫁好翁的这个米汤，什么这个米汤，待会会端出来送给这个新人哈，借由市长的手，先给他这个婚前的祝福。那我们这个导览路线的这个报名也是预计也是秒杀了，去年办的也是秒杀，今年也应该也是秒杀哈。那有一共办四场，在520前的5月18号开始到6月11号的每周六的下午，然后场次是每场30人，那有120个机会，然后双导览有两个 老师来帮我们导览，一个是杨雄老师，一个是黄文煌老师，来跟各位来做这个嫁娶服务的散步导览路线的说明。那叮咛大家，我们台南的这个登记结婚是非常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时间都非常的弹性的，除了周一到周五这个8点到下午5点半之外，在六日的这个下午还有周日的这个周日一整天，只要你预约前3天预约也可以来登记，所以大家在台南登记你的结婚的时候，这个良辰吉时都非常有弹性，任君挑选。那我想这个让我们欢迎新人来台南结婚，来台南工作，来台南恋爱，那欢迎大家一同走读浪漫的台南。我的报告到此，谢谢。谢谢，感谢我们公安局长的简报说明，透过局长的一个介绍说明，大家可以了解到所有结婚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的元素都在我们的嫁娶的散步导览路线里面都有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很需要的那今天我们也看到。